让我看看你的伤口，没有感染迹象，抗体起作用了。我叫赤城，是这座研究所的研究人员。你刚才的举动惊动了异变体，他们可能要过来了。你得造把像样的武器，那边的箱子里还有些手枪的零件，快去吧。
这些异变体曾经都是我的同事。多年前的一场事故导致了实验样本外泄，你得赶快离开这儿。海岸阵线的人正在试着重建，他们需要你的这份血清能使人体内。请帮我把它交，我必须留在这里前往下面的逃生室。 Thank you.